指挥官，法拉利下士前来回报战情。亚盟的部队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召唤虚空晶体，这些晶体一旦启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需要你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解决掉他们。 需要更多金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马上行动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敌人朝我们发动攻击，我们要正面迎战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记住，侦测到逆足单位。 进化完毕，盟友进入战斗。 发生了什么坏消息吗？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。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航。变形完成。 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进化完成。 进化完成。
看来敌人要直接过来打招呼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坏消息吗？工程车准备进入战斗。现在由我指挥亚历克桑德号。 盟友进入战斗，进化完毕。重要攻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坏消息吗？随便啦。 盟友进入战斗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这样就对了，虚空晶体消灭了。 与盛唐武士为敌，下场就是如此。进化完成。敌人想歼灭我们，盛唐武士，别让他们得逞。虚空晶体消灭了，继续努力。战士们，你们很英勇。更多虚空晶体出现了。 你的主要目标就是摧毁他们。雷神兽随时可以行动。卡曼伦海盗趁火打劫，抢夺宝贵的资源。可以的话，把那些叛徒打下来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。 进化完成，金矿不足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 克桑德号随时，海盗船被消灭了。世上最可恶的就是海盗跟叛徒了。马上行动！坏消息吗？记住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 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发现敌军部队，盛唐武士，准备拦截。
我方部队，我们先共用这座建筑好吗？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们的盟友进入战斗交战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我们是不是在误导？前进！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别害怕，进入战斗。我们的部队这只是暂时的交战。坏消息吗？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指挥官，看来你又解决了一个虚空精品，厉害哦。战斗这么快就结束了。进化完成，盟友进入战斗。敌人来攻打我们了，盛唐武士，准备迎战。又粉碎一个虚空晶体了，做得好，指挥官。把敌人送来地狱，我来照顾他们。情况快稳定下来了，这是最后一批虚空晶体，夺回我们的城市吧。那些下流的海盗又在趁火打劫，指挥官，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，我方部队遭受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动了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竟然敢在克哈星趁火打劫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盟友进入战斗。你知道吗？男人真的很好用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啊！亚历克桑德号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发现敌军部队，做好防御准备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需要。你又解决了一个虚空晶体。做得好，简单但重要的胜利。感染越多，力量越大。
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盟友进入战斗。你果然名不虚传，轻轻松松就收拾掉这些虚空晶体了。打得漂亮！盟友进入战斗。雷神兽准备出发了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的战士，请、刚才打得漂亮。我们重创了敌人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进入战斗。需要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我们又解决了一个虚空晶体。就这样？他们替我办了一场英雄式的葬礼，但我现在却天天为其他人送葬。